为注射的诊所。7号星期二的打破医美谬思。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苹果肌太凹不行，太大也不 OK， 请给我们可爱的小苹果吧，小苹果肌吧。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线上 call in 好不好？线上 call in， 在我们下方，下方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情的。尽情的留言给我们，只要你留言给我们，我们的医师都会有很专业的帮你们做回答，然后也可以私讯给我们，好不好？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哦，来给大家看。LINE 是 RENEWCLINIC6， 然后 WeChat 也是 RENEWCLINIC6。就是乳牛诊所，立新诊所，立新诊所的意思。对，那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这里面跟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医师都会非常专业跟你们做解答哦，好不好？好，谢谢。那我忘记跟大家介绍我自己了，我是 mini， 那欢迎，很高兴可以来这边，就是做直播，然后也可以就是跟医师做一些互动，然后为大家解答一些医师。专业的医美的问题，好，太高兴了，终于有美女来直播了。对，我今天是第一次，其实有点紧张。我们可以比较理想一点，以后直播会比较有精神。好，那医师我们不爽啊？是吗？其实不会，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好，那我们今天来第一个有一个问题要询问我们医师。像我的话呢，我的颧骨很高。如果苹果肌太饱满的话，脸就会看起来很大，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要询问医师，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解答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真的不想这感觉一样，哎，欢迎大家空吧，来大家来。你应该画成金色的，我跟你说，你拿起家修管，拿起家，就是可以拿我当那个人形立牌，丑吗？每次客户都说，我每次明明在打破医美谬思，但是我每次都先胡说八道，不会不会不会。好，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对。很多人都会想要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看到线上的朋友们，然后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然后想询问医师要怎么样去。真的是问题，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位置，这个就是像我的颧骨也很高，对对，你看，来对照，对，这就是颧骨位置，就是这，然后颧骨那。颧骨的位置很高的话，当然很多人当然，首选我们当然还是动骨头，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好，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因为东方人跟西方人骨架不太一样。西方人如果他这个位置高，他基本上一定是骨头很大，他肯定是用骨头是比较小骨。对，可是东方人东方人就不一定了。什么意思？因为东方人很多这个地方大哦，他不见得是骨头大，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地方他的脂肪比较厚，所以这里是可以消脂，是可以抽脂的哦，可以抽，这边也可以抽脂哦，对，因为有些人打消脂针啊，坦白说效果不是很明显，这里是可以抽脂的哦，很多人要抽脂，这里身体可以抽，这边其实蛮薄的，所以还这边还有脂肪可以抽，有，但是它需要技术，要专业的技术，这时候就意思就非常有用途了，因为坦白说啊，其实这个位置很多医师是不敢抽的。因为它比较细，对不对？对，而且它需要手的触感比较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对构造很了解。因为它眼睛周围，那它的确是可以抽的。它用比较细致的抽脂管，然后对结构构造很了解。那除了我们可以，如果你不想动骨头的话，你除了可以用吸脂的方式把它变小，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吸完脂之后，我们在这里再用这个线要绕一圈。绕一圈之后，我们可以把
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皮收紧，嗯，哦，第二个我可以把凸起的这一块啊，有些人他这个地方比较凸哦，嗯，我说不是骨头凸的这一种哦，他也可以把它压比较扁，嗯，收缩之后，那可以改善这个凸的感觉，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利用视觉的一个现象，嗯，什么意思哦？哈，好，比如说哈，像我们看 mini 哈，是它其实哈，它现在看起来颧骨已经没有那么凸了。我们在做一个小动作哈，比如说它这个地方比较高的样子，如果我们你看哦，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像这样，嗯，有看到吗？镜头看得到吗？再看清楚，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的这个亮点就是光线照下来最亮的那个点，本来因为这个亮最突出，哎，光线一照，哦，这个亮就很明显，两个亮点，你的脸就看起来很宽。可是你刚看荧幕里面，你看到我们在这个亮，当我们把苹果肌修饰起来的时候，反而你会发现你的视觉高点不是在这儿，而是移到比较内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在不动骨头的状况下，又想要让你这个地方那个凸点没那么明显的话，很多人会说，那打苹果肌会不会反而让它变得更凸变高呢？事实上，你只要打对位置，打对位置，非但你的颧骨看起来不会更凸，反而你的视觉会从这里，然后有点收缩进来的感觉。嗯，收缩进来。对，这是一种视觉的效应。哦，那在这种状况就不会让颧骨太明显。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不是说打玻尿酸打一打，或是打童颜针打一打。打脂肪胶打一打，你的苹果肌起来的，你这骨头就不见了，不可能啦，嗯，但是你的视觉效果会有那种收缩，嗯，所以我很常被问到这句话，他说啊，我真的就是不敢削骨。那可是你跟我说打这个苹果肌可以改善这个凸点呢？为什么？嗯，因为它有一个收缩的效应。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像有些人这个地方它比较高的时候，它这里太阳穴跟脸颊也会显得比较凹。嗯嗯，那我们去把这个量，哦，是，那我们要避免这个凸点的话，那种感觉的话，除了你看到，哦，大家看清楚哦，这个量是比较凸。如果哎，我们把苹果肌用起来，有没有感觉？哎，嗯，马上就觉得它这个显得没有那么凸，嗯。然后你的太阳穴、你的脸颊再去修饰、再去润饰一下，嗯，那个整个这个感觉，在你不动骨头中间，还一样可以达到，就是让你的颧骨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感觉。嗯，然后这样就会更漂亮，那你的五官就是更细致。是，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苹果肌打的话，反而会让病人事实上打对是不会的，嗯，不会太过那个，就是这边太凹，还是或者是脸太宽这样。对，不会。但是问题来了，哦，就是那就是我素颜，是素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哦，那苹果肌在哪里？啊，这样照不到是不是啊？好，嗯，来，来外方。好，谢谢。哎，那我这样照得到吗？这样画面照得到吗？可以哈，哦。好，你看哦，我们仔细看，我们眼睛下面这个地方哦，其实有分好几个区域。嗯。好，哦，首先呢，泪沟在这个位置哈，哦，然后苹果肌在它下面。这个图其实画得还不够精细，还有更精细的图，嗯，这看起来很可怕。好，哦哦，很多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他把我们这个中脸就区分成这个样子。对，泪沟跟苹果肌。对，事实上，我们如果要看更细的话，好，哦，它这里泪沟在这。嗯，眼颊沟在这，嗯，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眼圈，黑眼圈的眼圈，大家常在讲。那眼袋跟眼下的细纹在这，卧蚕在这，哦，所以卧蚕跟眼袋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在我们的泪沟跟眼颊沟它的下方这一区呢，这一区就是我们的苹果肌。嗯，然后可是重点来了哦，重点来了，嗯，苹果肌是这一区。嗯，对不对？一般我们在施打苹果肌的时候，特别是东方人的时候，在我们上面这一区的苹果肌是尽量不打的。嗯，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苹果肌打的话，哦，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打的话，嗯，反而会让你所谓颧骨变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就更高了。对，泪沟在这嘛，哦，然后下面这一个三角区是苹果肌。嗯，好，哦，可是苹果肌右苹果肌本身右上这一区我们是不打的。嗯，那它下面这一区我们打的话，就有那个视觉的效果，让它反而有缩小的效果。嗯，所以同样是打苹果肌，你要打的位置，对，要打的位置。那哎，人家会说，就为什么苹果肌还分上跟下、外上跟内下这两块？嗯，外上跟内下这两块呢，被一个横沟隔开。哦，有些人有些人没有。你看我，哦，我
你看我笑什么？这里有一勾。嗯，哦，对，有。这就是猫咪纹了、啊。猫咪纹。就是印第安纹，所以你仔细看哦，这个猫咪纹这个地方，它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苹果肌。嗯。猫咪纹就把我们的苹果肌分成上跟下。嗯。外上跟内下，所以苹果肌这是一苹果肌是一大块，可是它要分成内上跟外下。嗯。内下跟外上。内下外上。外上对、嗯，所以要打对位置。我们一般喜欢的是这个样子。相反的哦。你可能会问说，哎，会有哪个医师每次打这里？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外国的医师，特别是欧美的医师，像有些医师，他可能哎，他去国外看的国外的医师，他打苹果肌，国外医师苹果肌都是打折，哦，不是打折，对，因为哈、哦，你看，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安杰丽娜裘丽啊，对对对，他们就是喜欢颧骨高的人啊，哦，他们喜欢脸颊是有阴影，可是东方人大部分都喜欢是圆润。哦、没有沟槽的这个状况、嗯嗯、所以打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哦。那问题来了，大家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时间过了这么快。已经过了十分钟。时间过这么快。那来大家打空吧空空。大家记得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医师会非常专业的回答解答给你们。好。没错，那问题来了就是那苹果肌如果你今天要用的话你要试打你有什么选择哦，来，要不要用直的？对，哦，这用直的是不是？是用这样吗？啊，对对对对对，是用这样子、啊。直的比较。这样大家看得到啊，画面这么小看得到啊，这样看得到啊，还是要往前一点。好。好。那我头也往前一点，这样我脸看起来会更大。好，新闻。好，这个图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下上传？可以吗？可以。好，我们一般打苹果肌有这几个选择哈、哦，第一个是 SVF。嗯。SVF 是什么？等等，我待会讲。第二个是脂肪，嗯、第三个就是聚左旋乳酸，聚左旋乳酸就是大家说的童颜针。嗯，再来第四个是玻尿酸，哦，玻尿酸大家应该现在没有人不知道，应该没有人怀疑它是马尿做的吧？应该真的，我告诉你，十几年前客人问我说玻尿酸是不是马尿做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好，那所以大家都知道，再另外一个就是精量瓷。嗯，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几个材质。好，首先玻尿酸不用讲了，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它可以用来填充。嗯哦、那这个童颜针它跟玻尿酸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在打这个地方的时候，童颜针它是慢慢慢慢生效，它不像玻尿酸一样出来，所以它适合用在不想被人家马上发现的人。嗯、还有童颜针它跟玻尿酸有点不一样、嗯。玻尿酸其实我们在打这个地方，坦白说、哦、我们直播都是说实话嘛，嗯、对不对？那个玻尿酸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教科书，嗯啊、或者、嗯，我就直接说哈，就是、嗯、他们会认为玻尿酸打苹果肌，它挺立的效果其实是暂时的，嗯，那意思是说，有一些人这个玻尿酸呢，它有时候时间久了以后，它反而会有点往下掉的状况，哦，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嗯、打特别是打。特别是打我们刚刚讲苹果肌那一下，就是东方人喜欢打这个位置的苹果肌，打这里，很多人打挺一开始很开心，后来慢慢慢慢反的，有些人会觉得那种往下压的感觉。嗯、那童颜针呢，它是因为刺激胶原蛋白增生，嗯、所以它会它那个因为胶原蛋白反而会让它比较挺，比较不会那个下坠的状效果。好，那我为什么要先讲玻尿酸跟童颜针？因为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东西，好，就是脂肪跟 SBF。它的感觉就好像玻尿酸跟童颜针，嗯，什么意思哦？自体脂肪大家知道吗？知道。对，大家如果不知道，看一下我肚子就知道是什么。自体脂肪。把自己的脂肪拿出来，经过离心啊，我们一般、嗯、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我们自己脂肪要先取脂，然后再挤脂，最后再填脂。自体脂肪啊，它在经过这些离心还有萃取过程中，它最后出来就是，哎，我们可以拿来试打，它就好像是我们人体。自己的玻尿酸一种填充物，你可以这样想象、哦、那 SBF 是什么、嗯、SBF 啊，什么意思？好，15分钟，嗯，是吧？好、哦哦哦，谢谢人心清茶凉啊、嗯、啊，就是人心清茶凉，然后跟洛洛还有娃娃，谢谢你们。OK， 好啊、嗯，谢谢，谢谢你们 ，Hello。我也哦，刚刚以为要我喝茶，好，好，对不起，他的名称取得很可爱。是好，那再来那个那 SBF 又是什么？
我先讲哦 ，SBF， 你可以想象哦，听清楚哦，它有点像是人体自己制造出来的童颜针。嗯，哦，真的吗？是人体自己里面的？对，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它是什么东西？有，你可以想象哦，我们脂肪把它弄出来以后，这些脂肪细胞就好像是玻尿酸也可以打进去，可以理解对不对？嗯。那 SBF 是什么 ？SBF 它是我们把脂肪，我们在抽脂出来的时候，嗯。这个抽出来这个脂肪，它其实有两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就是脂肪细胞，对，就是我刚刚说自己的玻尿酸那种感觉，对。那剩下的里面有一些杂质，以前我们叫做杂质，都是把它丢掉，以前我们只注意脂肪。哎，可是这几年来医学研究发现一件事，这些我们以前不要的杂质里面。居然有很大的，里面居然有一小部分可以用的，可以用的，嗯、而且非常好用，很珍贵吗？对，很珍贵、嗯，因为它是什么？它里面含有干细胞哦，干细胞、纤维母细胞、B 细胞、T 细胞、巨噬细胞这些东西哈、哦。那这些细胞哈、哦，它还有一些生长因子，它们就统称叫 SBF。嗯，我们把这 SBF 从这脂肪，我们把它拿出来，这个东西呢，它。你看啊，玻尿酸是不是就是好像凝胶一样的东西，胶状的？那脂肪也是，你看光它脂肪弄出来、哦嗯、就是我们自己的脂肪拿在那管子里面打出来，也像胶状的东西。对。那童颜针它是水状的 ，SVF 它也是一种比较偏向水状的东西。水状。所以它其实我说它很像童颜针，而且它为什么像童颜针？因为 SVF 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它跟脂肪不一样，脂肪它就是单纯拿来填充。嗯，但 SBF 它会刺激你自己的身体生长，嗯，就很像玻尿酸打进去会刺激你自己的那个胶原蛋白生长，嗯，它会自己增生，对不对？是，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SBF 来处理，像 SBF 它来处理，比如说苹果肌它可以用，或是眼下黑眼圈这些地方它都可以用，嗯，好，只是坦白说它的过程比较繁琐啊。它不像我们以前填脂，就是、还要再就是分开这样子。对，我们把脂肪分出来之后，以前不要的那些杂质，那些杂质我们还得再分一次，所以它的功是脂肪的两道。对，嗯，好，那时间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嗯，那我们就是也有人提问说，刚刚有人在线上提问说，如果平。那个王 WANG Apple 问说，苹果肌没有补好会显得脸大吗？然后我要补泪沟的话还是要补苹果肌，就是他要补泪沟还是补苹果肌？那他 很可爱，他说可以传照片给我，帮你看看吗？帮他看看。哦，吓我一跳，帮我看看。我想说我在这里帮他看看。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你在就是线上帮我们再给我们照片，我们再帮你们看私讯就可以了，不用把自己照片传到那个书人就会看到知道你是谁啊。私讯给我们、哦、私讯就可以了，对，线上不用给我们。对，我先回答、哦、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会想说打苹果肌到底会不会让颧骨变大，就我刚刚回答的，我们苹果肌分成外上跟内下，我们打在内下这里，我们可以让你的焦点往内，反而不会，反而可以让你颧骨看起来没那么宽，嗯，好，所以是脸会变小，但是打错位置，打在外上这个地方，反而脸会变大，所以要打对位置。打对位置。对，第二件事情就是打泪沟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打泪沟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打苹果肌？其实这是一个大灾问。哦，对，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搞不清楚是要打这边呢，还是要打泪沟，还是要打苹果肌？是，对。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一，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讲哈，我们的泪沟在这，苹果肌在这。事实上，哈。对于某些人，他的苹果肌很凹很平的人、哦、你在施你要你我当然会很在意自己的泪沟。你这个时候在打泪沟的时候，你苹果肌是需要多少要打一点的？为什么？因为苹果肌在泪沟的下面，它是一个支撑啊。你在盖二楼之前，你如果没有一楼的话，它容易垮下来。垮下去。所以对于苹果肌很凹的人而言，你其实还你要补泪沟，还是多少要补一点苹果肌，有一个支撑在。嗯。但是让他撑住，这样才不会就是垮下来。是，对。但是重点来了，我其实现在很常很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他跑去一个诊所，他说他要打泪沟，结果呢，他泪沟打到了他的泪沟永远都在，但是苹果肌区域越来越蓬、嗯、啊，就苹果肌越来越蓬的时候，他这里是凹的嘛，他苹果肌越来越蓬的时候，于是他这里显得更凹。哦，
就反效果了，反效果了。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哦，时间到，但是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到，因为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好常看到这样的受害者。为什么哈？因为你看哦，我们的泪沟在这个绿色的，这个是泪沟，好，下面红色是苹果肌，还有这是眼颊沟。泪沟跟眼颊沟这其实是一个韧带，这个韧带哈，其实是眼眶旁边的一圈韧带，这个韧带以内就是属于我们眼眶内，以外是属于我们的脸部，好，很多时候很多医师他在施打泪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打，对。那一点一点这样子打的时候，事实上它的针都是打在这个韧带的外围，它打在它的外围，打在外围发生什么事？你的下面越来越蓬，外围是属于脸部嘛，外围是属于脸部，结果你下面越来越蓬，结果你凹的是内围的这个部分，于是本来凹的地方没有补到，外面反而越来越蓬，于是高低差变得更严重，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我常遇到，常有人跑说，哦，我去哪里哪里打，打完以后我明明是要打泪沟，结果他好像打错位置了，打到我的苹果肌，结果苹果肌越来越蓬，然后泪沟看起来越来 越深，是，对，是因为他打错位置了，所以打对位置很重要，对，打对位置很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打泪沟必须要打到对的位置，打到对的层次，你打错位置，你打到苹果肌有时候不见得有那个效果，反而会变得更严重，但是如果你苹果肌本来就凹的人，你又想要打泪沟，你的确需要补一点点的苹果肌，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补苹果肌，你也要弄清楚你要打的苹果肌是属于内下方的这个位置还是外上方的这一小块位置，基本上华人都是打这，好，这样才不会显得你颧骨越来越高，打这边，了解。刚刚那个睡觉的宝宝有跟你 say hello，就是跟你打个招呼。然后还有他刚刚很棒哦，他还送你礼物哦。谢谢，谢谢，谢谢睡觉的宝宝。可以保时捷吗？有没有这个礼物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礼物，对对对。好，好，不好意思。然后像那个刚刚。我们现在有，因为像我们现在有 call in 嘛，所以大家都会 call in 进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接了一通 call in 电话，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打给志玲。我们现在打给志玲哦。Hello， 志玲你好，志玲好，我们现在在 call in 哦。那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张医师呢？好，你要问这个问题哦。对。好，那等一下，我现在在线上回答。对。那我直接回答啊。那你让我关掉吗？还是？不用。哦，直接这样讲啊。直接回答，大家都。那是这样，因为那个对最近问 SBF 的人很多，而 SBF 其实它有一个中文名称，有人叫它脂肪胶啦。脂肪胶它跟脂肪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用它来打泪沟有一个好处是说，第一个哈，脂肪胶它就跟童颜针一样。它浅层可以打，深层也可以打，所以它在处理那个泪沟比较全面。它不像玻尿酸或是脂肪，一般我们都只能打在比较深的地方，哦，所以它深浅都可以打。第二个是说，它用它来补泪沟还有一个好处哈，它因为它会刺激那个再生，所以它对于细纹也有帮助。那再来是我们利用那个，因为它是这种水状的，所以我们打在下眼皮这个地方，它还可以改善黑。所以他用 SBF 来处理这个眼下，包含泪沟、包含黑眼圈，其实都蛮自然的，也不会有那种凹凸不平的状况，因为它是水状的。哦，了解。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志玲？回答还满意吗？目前没有啊，就这个可以啊。那我再去看张医师。好，谢谢你，志玲，谢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先接了一通。就是我们的 call in 电话，那大家如果就是可以一直 call in 进来，然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再请张医师做解答，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打破医美谬思，来，我们现在做这个啊，没有没有，我们有一个小工具，雷神之锁，雷神叫什么？之锤，雷神之锤，我电影看太多了，这个、好，来。其实我们来，从后面还是前面？
后面，好，来，我们从后面来打破它。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光正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日周五晚上的《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call in进来哦。